美國使館簽證處在微博發布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學生簽證申請服務分階段恢復的貼文，引發爭議，貼文現在經已被刪除。簽證處星期三晏晝在微博上載影片，條片入面一隻寵物狗由狗竇的圍欄向外艱難地攀爬，隻腳硬了半分鐘才爬到出來，隔離配上一句春暖花開，你是不是好像這隻狗一樣迫不及待想出去玩呢？之後網民內地網民就批評簽證處將留學生比喻成狗，不過都有人認為狗在美國文化不是貶義，目前相關貼文經已被刪除。